哈喽，各位植物学家们，大家好啊！咱们好久没讲天竺葵了，可能有2周了吧。不过没关系，今天就来讲一讲。这里是一植路，为大家介绍各种奇异植物，点个关注不迷路。在非洲西南部的灌丛半荒漠，一场震撼人心的生命大剧正在悄然上演。这里仿佛是被世界遗忘的角落，却隐藏着无尽的生命奥秘。当我们站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望着那看似娇弱秀气的野花，心中定会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它们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汇聚成一片不眠不休、风起云涌的生命海洋。无论是荒漠的沙丘，还是山岩的缝隙，甚至是公路上的每一寸裂隙和裸露的沙土，都有它们顽强绽放的身影。这片土地有着独特的气候，南非西部的地中海气候和大陆西海岸型的荒漠，与我们熟悉的大陆东部季风气候截然不同。西风和副热带高压交替掌控着这里的风云变幻，夏天副热带高压像个无情的恶霸，将水汽驱赶得无影无踪，哪怕只是稍稍靠近内陆，都难寻水汽的踪迹。而冬天情况则大不相同，原本只能潜润靠近海岸呐，一点点沙地和山岩的雨雾搭乘着本格拉寒流，贴着海面得以飘散到更广阔的旱地荒野。雨水这一生命之源在这里显得尤为珍贵。南非半荒漠的年降水量常常小于200毫米，甚至只有可怜的50毫米，仅仅相当于上海的1/7甚至1/30。在如此缺水和降雨不均的环境中，经过漫长岁月的雕琢，这里的植物逐渐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之道。在这个植物爱好者的天堂里，无数的球根多肉耐旱草花在这里诞生，它们以各自独特的方式适应着这片干旱的土地。其中海茴香叶、天竺葵便是这众多顽强生命中的杰出代表。原生性的海茴香叶、天竺葵浑身上下充满了爆发力，很难想象这么茂盛的植物实际生活在年降雨量还不到100毫米的地方，而且是冬季降雨。在漫长的旱季，它如同一位智慧的隐者，褪去繁盛的叶子，进入休眠状态，将生命的能量深深藏于根茎之中，等待着冬雨的滋润。南非的冬天不仅雨水稀少，还十分寒冷，然而海茴香叶、天竺葵却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坚韧。它又耐旱又耐寒，能够在-4度的低温环境中坚强存活。这份顽强让它在恶劣的环境中得以延续生命的火种。这种天竺葵早在18世纪就传到了欧洲，在那个时代，探险家们带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对新奇植物的渴望，踏上了这片神秘的土地。当他们发现海茴香叶、天竺葵的独特魅力时，便毫不犹豫地将其带回欧洲。回到欧洲的海茴香叶、天竺葵迅速成为了园艺界的宠儿，它那独特的形态和顽强的生命力为欧洲的园艺师们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素材。经过不断的培育和杂交，今天欧洲的很多天竺葵栽培品种都有它的血统。海茴香叶天竺葵是一种冬季生长的物种，钟情于炎热干燥多岩石的栖息地。为了在漫长的炎热干燥夏季存活下来，它自有妙招。它会让叶子变干枯萎，依靠储存在厚实多汁的茎和粗块茎中的水分维持生命。绿色的树皮还能进行光合作用，每年冬季的降雨如同上天赐予的甘霖，让它重新恢复活力，开启新的生长。从5月至10月，它会绽放出美丽的花朵，成为冬日里的一抹亮色。它那缓慢的生长模式也成了抵御季节性波动的有效武器。令人惊叹的是，它能在-4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中坚强存活，并且依靠蜜蜂和大黄蜂为其授粉。当种子成熟，蜂会将它们吹到离母株一定距离的地方，开启新的生命旅程。海茴香叶天竺葵是一种多年生灌木，有着高达50到120厘米的多枝茎，分支在节点处肿胀，看起来杂乱无章，却又充满生机。它的叶子紧紧竖在枝条顶端，羽状至双羽状，长在长叶柄上，多枝且无毛，或被短柔毛。其叶子压碎后会散发出生姜和肉豆蔻的迷人香气。它的花序大而多分支，花梗持久绒毛状，形成坚硬重复和2/2的2/2次系统，花瓣洁白，上部
两片锐利基部带有紫色斑纹，下部三片较小，顶端向前弯曲。它的种子更是奇妙，一旦落地就会像钻头一样钻入土壤，这都得益于种子末端如同开瓶器尾巴的结构。植物适应干旱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在自身形态上下功夫，缩短叶片覆盖蜡质，让叶片变硬，防止水分散失，或者让叶枝根等器官变得肥厚肉质，储存水分以在旱季维持生命。有的则采取特殊的生活方式，在短暂的湿润期迅速长叶开花结实，旱季便将生命全部收纳到地下休眠，等待下一个雨季的来临。更有甚者将生命历程压缩到极短，从萌发到死亡仅短短几个星期，留下种子在土壤中沉睡。这片看似荒凉的土地其实是生命的舞台，每一个角落每一株植物都是大自然的杰作，它们用坚韧和智慧谱写着生命的赞歌，让我们一同感受这生命的脉动，敬畏自然的神奇力量。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期待着更多关于这片神奇土地和植物的研究与发现，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生命的奥秘，更好地保护和珍惜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也希望每一个热爱自然、热爱生命的人都能有机会亲身感受这片土地的魅力，倾听植物们的低语，与大自然建立更深厚的情感连接。中的一个月快要到了，您是否渴望为家中增添一抹生机，却苦于寻找理想的植物伙伴？那么快来桃子店搜沙漠植物集市与快赏直觉植物中心，无论您是热爱荒漠风情还是热衷于雨林气息，这里都能满足你挑剔的眼光，进店即享丰厚的优惠，让你轻松拥有心仪的绿色宝贝。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下期见吧，再见。